谢谢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赶紧回去吧，外边冷。快开饭了。你先去吃吧，爸爸想在外边待一会儿。 感觉今年冷清了许多。是啊，以前过年的时候，都是奶奶张罗着买年货，置办年夜饭，然后还会召集一大家子人，在这聚一聚。 爸，有些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，我们只能被迫接受。走，请。